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床垫可是个消耗品哦。哎，别想歪了，因为他们的床垫呢，有一部分不是给人准备的。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架在伊拉克执行完任务返航的 v r 2鱼鹰，突然发现它的三个起落架都放不下来了，在空中盘旋了许久，想尽了一切办法，做尽了一切尝试之后，起落架呢还是卡在里面出不来。于是，飞行员和地面的机组成员都知道，他们不得不使用最后一个绝招了。 哎，它就是床垫迫降，简单说就是把失去起落架的余音落在叠了几层高、具有良好缓冲的床垫上，尽最大可能的减少损伤。哎，还好他们经常进行这样的训练啊，虽然每次都只是做个样子，在对齐之后呢，从不真的降下去。哎，估计也是要考虑到减少床垫的战损吧，但做了训练还是有好处的。这次的被迫真降啊，在有惊无险中成功了。 哎，这让我立马想到另一款神机也有类似的神操作啊！二零一四年的六月份，一架放不下前起落架的海鹞也成功的降在了巴丹号两栖攻击舰上的软垫子上。这是当时拍下来的画面，哎，看着也是相当的紧张刺激啊！所以看起来床垫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定期进行床垫迫降的训练也十分必要啊！哎，不然跳下来的时候没有对准，可就尴尬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美国驱逐舰“奥班农号”下水。尽管跟同一时期别的巡洋舰、战列舰比起来呢，它稍微小了一点，但是由于火力强悍，在冲锋陷阵上呢，依然毫不逊色。哎，这正是这一时期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接一个岛屿的艰难的赶走日本的美国海军所急需的。编入二十一驱逐舰中队的“奥班农号”呢，也的确不负众望啊，用英勇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总统杰出单位奖。 但是他绝对想不到，让自己青史留名的，居然是一场土豆大战。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清晨，刚刚执行完炮击所罗门群岛上的日军基地的任务之后呢，奥班农号正在跟舰队一起返回补给。但突然，不管是哪一个都是有价值的目标嘛，于是奥班农号的舰长马上就下令啊，咱前去会一会它。诶，等开镜了，大家发现这果然是一艘浮在海面上的日本潜艇，而且似乎他完全就没有察觉到有人接近他。诶，等再开近点呢，他们搞明白了。 原来潜艇甲板上的日本水手都在打盹呢，这可是一个绝佳的猎杀机会啊！舰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加速朝他冲过去，直接撞成他。是的凭借着吨位上的其他优势，奥班农号几乎可以安然无恙地从这艘日本潜艇的顶上碾过。于是开足马力后，把身子扭了过来，他俩现在肩并着肩，变成齐头并进了。日本水手也终于醒了，恍惚之下惊恐万分，但是马上也就想起来他们该干什么。 去操纵甲板炮，美国人这边也急了，怎么能让他先开炮呢？我必须要先开啊！但是距离太近，高高在上的“奥班龙号”的舰炮是根本打不到潜艇的，怎么办？急中生智的船员做了一件几乎每个把子弹打光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啊，那就是把空枪扔向对方，砸不到你，我至少还可以干扰到你吧。扔边一边拉开跟你之间的距离，等到舰炮可以瞄准了，就不扔土豆，改扔炮弹了。 日本人还来不及下潜跑掉，就直接被一枚炮弹击穿了舰桥，开始沉了下去。 奥班农也是一点机会不给人家，马上追过去补了几枚深水炸弹，才最终满意的走掉。为此，又给自己赢得了一块缅因州土豆种植者协会。瑞士是著名的中立国，连二战被轴心国和同盟国完全围在了欧洲的中央，也保持了中立。我以前会觉得啊，耶，这挺好的，只要宣布个中立就能够避免战争。哎，可事实证明啊，那是太傻太天真了。 瑞士的中立，或者说，是所有的中立都是靠肌肉给换回来的。有一个关于瑞士的传说，是这么讲的啊：一战前夕，德皇威廉二世访问瑞士，他被安排观摩了一场瑞士军队的演习，然后还被告知呢，像这么优秀的军人，咱们可是有五十万的后备啊。哎，德皇一听，哟吼！ 五十万不少啊，但我也不能怂啊，于是就不无威胁的问道：“那我如果派一百万人来进攻瑞士，你们的这些后备军人会怎么做呢？”哎，瑞士将军很淡定的回答道：“啊，他们会开两枪，然后回家。”哎，可不是吗？五十万乘以二，就是直接把你派过来的一百万人给放倒了。 瑞士将军的回答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吹牛啊，因为按照德国的标准，有超过一半的瑞士人都可以算作是神枪手，而瑞士也的确就是人均神枪手最多的国家了。而实际在历史上呢，瑞士人从来就是骁勇善战的，甚至还常常被其他的欧洲国家雇佣来为他们打仗呢。所以中立啊，可并不是把两手一摊这么简单。哎，再说回二战啊，瑞士人呢其实是用了三招特别瑞士的方式才保持了中立的。 第一招叫做埋炸弹。哎，我不是说好要中立吗？那我不往外扔炸弹，往自己家里面扔炸弹，总没问题吧？万一你德国和意大利不尊重我们的约定，要越线进来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们进来的痛苦一点，也缓慢一点嘛。在分析了自己与外界所有的交界点之后呢，他们把一切可能被用来入侵的通道全都埋上了炸弹。 不管是道路、桥梁、隧道还是山口，做好准备，一旦发现有别的国家的军队踏入呢，就按下按钮，切断这些通道，阻断他们入侵的步伐，为自己退入山区争取时间。瑞士人在这方面做得有多彻底呢？哎，你看这些道路中央的正方形盖板，他们就是安装炸药的小门了。这座桥连接瑞士和德国，建于二零零六年，由两国共同布设。但在另一边施工的德国人绝对想不到啊，当大桥合拢通车时，瑞士那边已经在里面。 也装满了炸药了，真的很瑞士有没有？哎，再看第二招啊，既然要退，那就要有退的地方嘛。瑞士有大片的山区，而瑞士人又恰恰特别善于钻洞，两者一结合呢，就是阿尔卑斯山区数不清的堡垒、掩体和隧道了。而且里面物资充足，功能齐全，武装到位，一旦战争开始，就可以马上投入使用了。哎，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个谷仓吧？但其实呢，它是一个堡垒，里面是隐藏了炸药补给和一帮随时准备战斗的人。 这样的伪装在瑞士山区随处可见，谁吃了豹子胆敢不自量力地往里面闯呢？哎，好，最后来看第三招 既然中立了，那咱就跟大家愉快的做生意呗，管他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管他是火炮还是黄金啊，只要有钱就挣嘛。哎，实际上这正是瑞士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了，因为它不仅通过贸易为希特勒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还凭借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帮助他们储存了大量从侵占地收刮过来的金银财宝和艺术品，十足的发了一笔难看的战争财啊。哎，当然站在瑞士人的角度呢，这件事还是可以理解的。哎，他们。 只不过是做了他们认为最能够避免战争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已，能有什么错呢？于是他们保持了中立，不是通过握手握来的中立，而是用威胁和防御换来的中立。正如那句谚语说的：“为了保持和平，你必须要拥有大炮。” S R 七可以用两万五千米的飞行高度和三马赫，也就是超过三千公里的时速拍下地面分辨率达到了十五厘米的照片，因此它可以大大方方的在白天光线最好的时候跑到人家头顶上去兜一圈，连导弹都是不放在眼里面的。 不过呢，时间往前推啊，二战时的侦察机呢，可就没有这么潇洒了。为了隐藏自己，他们必须要出点奇招才行啊。比方说，夜间出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掩护下跑过去偷拍。哎，怎么一片漆黑了呀？哦，对了，那会儿呢，还没有夜视仪，红外摄影也还没有进入使用阶段。你大晚上跑过去用胶卷拍照，自然就是这个结果啦。所以该怎么办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二战中的侦察机是如何在夜间侦察敌情的。他们可以用这个了，闪光灯。 没有想到吧，竟然这么直接，闪完就跑，非常欠揍的感觉啊！哎，但其实想要在数千米的空中把地面给闪亮呢，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为此啊，一九三九年，时任美国空军照相实验室主管的乔治戈达德上校呢，专程跑了一趟麻省理工学院，因为他听说在平闪设备领域享有盛誉的哈罗德埃杰顿博士手上呢，可能会有他想要的东西。哎，果不其然啊，博士和他的团队在军方的要求下，最终拿出了一台史无前例的闪光灯啊！ Ft 十七，17, 哎，就是这个玩意儿了。照片中中间的这个金属罩呢，是闪光灯的反光罩。工作人员正在把一盏长达七十六厘米、内部盘绕着氙气灯管的闪光灯本体装入其中。右前方的圆柱体呢，是照相机和镜头，而工作人员左手扶着的，则是一个重约两百二十七公斤的大电容。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容呢？ 因为该闪光灯的工作电压高达四千伏啊，于是这套最强夜间照相系统便组成了。从一九四一年的四月开始测试，到了一九四四年的诺曼底登陆前夕，已经可以正式发挥作用了。哎，你看这张照片，是凌晨一点半的卡昂交叉路口，相当清晰啊，可以为制定军事行动提供足够的信息了。好了，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拍夜景的手段了吗？ 哎，当然有的啊，那就是扔照明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看到光明。没有光明怎么办呢？那就自己炸出光明来嘛。这张照片展示了在1944年的一次夜间任务前，一名英国飞行员正在将照明弹装入文氏轰炸机的弹仓当中。它们会被设置成在投弹高度的大约三分之二起爆，释放出五亿烛光的亮度。烛光亮度是一个曾经用于衡量发光强度的单位，不过现在已经被淘汰了。但这个。 并不是太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五亿烛光是非常非常亮的就行了。然后照明弹起爆之后，会自动触发飞机上的一个由光电管控制的相机快门，大约曝光一百分之一秒之后呢，关闭过片，再拍摄下一张。在照明弹燃烧的六分之一秒内，可以这样一口气连拍四到五张照片，运气好的话，总有一张是可以用的。但这里啊，时机的把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要是投下的照明弹起爆的过早了，它离地面。 还太远，就无法起到有效的照明效果。而要是起爆的晚了呢，它就会进入到照相机的视野当中，不仅盖住下面的画面，还会形成一圈碍事的光晕，也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每次任务之前呢，都要进行专门的设置，是个很专业的技术活、哦。哎呀，夜里面曝光实在是太难了。好、啊，对了，这一闪，对方不也反应过来了吗？怎么办呢？ 赶紧跑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